大家好，我是鸡大王，欢迎来到刺激战场大真相第27期。昨天收到粉丝来信，分享了这么个视频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破汉闹飞，破汉闹飞，猛猴击人。看完这个视频，大家是不是很奇怪，刺激战场独一无二的风衣怎么一下就出现了两件？那么这一开局，我也是以最快的速度抢下了风衣，而视频里两件风衣都是在监狱的位置。那我们进入游戏，这就也去监狱看看这风衣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开着跑车，我也是一路火花漂移带闪电的，可算是来到了沙漠地图的出生岛。我们这就再上去一趟，看看还有没有风衣。可以看到我身上穿着一件，而在地上还有一件，看来一局确实可能出现两件风衣的情况。接着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穿上，却发现我怎么点都没有反应，脱掉再穿上也只能穿上我们原来的那一件。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，确实一局可以有两件风衣，只不过能穿在身上的就只有一件。所以大家在出生岛的时候可别犹豫啊，给人抢了的话进入游戏也是穿不了的。以后大家如果遇到什么有意思的视频，也可以留言分享给大宝，我来帮你试验揭开真相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。